35万买车位，月租300赚100。华茂去年拆售成1000个车位，想炒都炒唔起，下一波仲一箩箩，有乜解救啊？望望呢个楼盘网揾答案啦！有人出租车位，叫租300蚊。呢个位于深井豪景花园车位，扣埋管理费同埋杂费200蚊，每个月实际落袋100蚊，车位平均35万，咁样计回报咪得0.3厘。虽然放盘九位写明车位适合家庭车，位处单边，冇柱冇墙特阔，仲话内排干爽，唔晒唔湿，写得咁动听，无非都系想引人嚟租啫。可惜就算啲车位可以租俾非屋苑住户，但系位处山卡啦。现场所见，停车场空置率高达80%。同样有车位业主表示，34万买入车位，半年嚟冇人开，最近减租以600蚊租出。租客系同区海运花园业主，本身自己屋苑都有车位，以1000几蚊租俾人，再用600蚊租用豪景，当系车仓喎。扣埋管理费同埋杂费，每个月袋400蚊，实际回报得1.4厘咋。